这个要出门之前，至少把自己的书拿来捐了。不好处是这样，不过特别是我有签名。对啊，你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两三下就被摸头了。交换，交换。其实这本书我从头到尾自己写大纲，但是因为我写字打字麻烦了，所以我就把整本书的大纲都写好，那泡泡的做好，那我就假设我就开始就当做一个观众演讲，那他就把。就录影机把它录下来就再写成文字我再校稿两次，所以这样的速度就很快，所以还可以读了，至少要写一下我对台北市的城市建设的一些想法。韩贵，你什么有没有想说韩贵为什么找你，然后没有找丁守中？因为都是国民党，他们都是国民党的。哎呦，你不要问这么难的题目好不好？不，我跟韩国其实私交不错的，我还去过他家的嘛。私交归私交一阵哦，那个这样就好了啦。市长内部那个局处是不是也开始在扫啊？帮他们签名什么的？对啊，局处其实哦，我在后来发现哦，到每个局处去看看也有必要，因为有时候当市长哦，还是到每一个局处才知道说他们异化的程度啦，还有一些，我也发现哦，当市长哦，其实有机会到。以前我去办那个便当会，都是跟那个科长以上的，我都没有很少有机会说问到那个最基层说，你工作上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其实我后来发现这个还不错，有到各基层去问问看哦，更了解整个市政的细节。这小事，但是佩奇姐是什么？哎，好问题，我好，我也可以赶快想。你还没有准备？你这样觉得自己很时尚吗？你没有讲，我都忘掉了。觉得自己很时尚。